既然你已经看了，神奇宝贝，老子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观赛与这件事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鸭。大家好，我是查根。我们是穿梭在宇宙银河的宝可梦战队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喵喵。白洞白色的明天等待着我们。咱们这期可能又是一哎，有个悲伤凄凉的时候。这是一篇新的那个粘土山，我用那个自然罗盘找到的。新的跟旧的有什么区别吗？之前那片粘土山应该是有毒吧，反正我找到好几个地形，这个地形不行就换一个呗。哎呦，不，又现在又是咱们俩。只有咱们俩在服务器里面了。对啊，这我觉得我对什么提示不太抱什么希望。来吧卡哥，你又搞了什么东西了？你是要救什么东西吗？体积最大的宝可梦出来吧。这体积大吗？对啊，被他给你抓到了，可以进到嘴巴里面去。他如果是那个庞大或者是巨人体巨大体型的话，应该跟一座山差不多大了。我这个我看一下，多少级？我这个是巨人体型，七十级啊。多少级？七十级打架。他在那个在究极世界里面的那个沼泽高山刷的。我丢究极世界里面来打架。对啊，我丢了将近半组的那个。沉重球都没抓住，所以就用了那个大师球了。哎呀，没治疗，哎呀，没关系，算了，不治疗的。我技能都没更新的，好吧？什么系的这个东西？恶系加龙系。哎，对啊。逃跑不打，我技能都没更新。恶加龙系。怎么换个地形嘛？啊？ Okay、红土山。你跑哪去了？红土山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得去找光头，更新一波技能先。你先把我送过来啊，给他佩戴上那个。更新技能很快的，就。二十大王看一下，重磅冲撞，疯狂滚打。虫系的技能，疯狂滚打。哦，对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，什么？你还好吗？这个技能有点刁钻啊！朝着对手打嗝给予伤害，如果不吃树果，则无法使用。要吃树果的这个技能。要，对啊，你要配个树果才能用啊。好像很屌的样子啊。那你要随身携带树果的。咬碎来一个，关于防守不要了。这，我在网上那个，在网上搜了一下他的技能配招的话，那个，他需要学那个流星群。流星群。对，流星群加上那个什么，单刀一翻，因为他速度很慢。但这个流星群有办法学吗？流星群啊，流星群找技能介绍师啊，这就是啊。这探测器什么鬼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刚才开个新方框开出来的。能挖吗？可以挖的呀。你挖走吧。我刚才开了个新方块，好像没什么卵用。这种鬼东西，还把我的罗生台给盖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谢特。小。这里会刷什么？小白龙。哈？这里会刷什么东西、啊、这里会刷的肯定多着了，那个什么比克提尼啊，人造阿尔宙斯啊，阿尔宙斯啊。对，会吗？我记得这个地精之前好像从来没有刷过任何东西。谁说的？红土山我都等过好吧。先寻找一下这片的造化。这片有造化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哎，我发现一个普通的幸运方块，不要跟我抢啊！我有精准采集的稿子啊。你去玩，你去玩。
有书屋吗？没有，好像哎，我看到一个，可以 TP 我了，就在附近。是的，等一下。哇，这精准采集还能采树叶的 ，P 娃。我这里也采了一个。大爆炸，去你香蕉的！那带你去我采那一般。好，踢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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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入口呢？火有梗，精神强念。等天亮，天亮，天亮，天亮应该是会发生点什么的。在等天亮的时候呢，我先做点别的。哎，你还有钻石吗？只有一颗，绿宝石就有。这就蛋疼了。绿宝石一样的呀。哇，绿宝石也有。这片红土山好像有点小哎。开出一个水晶。闪光的吗？不闪光的，普通的。闪光的我肯定会叫出来啊！哎，这是雪域吗？这旁边？哇，一片好小的雪域，什么鬼？不，看错了，不是雪域吧？旁边是雪域，哇，延伸到这边来了。哟，怎么啦？黑暗球队你没效果了是吧？他可能需要点制裁。什么鬼？这个版本的红土山怎么才几个树啊？是不是感觉很蛋疼？哎，这里有一个龙蜥。哟，还敢反抗啊，龙蜥！好，拿着幸运方块。哎呀，你救救特性胶囊。等一下，我身上这块幸运方块，我做个盒子拿一些。嗯哼。等地球，哎呦，这个不好，这个版本梦幻有那个，有那个这大招的。之前梦幻不是也有吗？之前没有，他独立的是吧？对。特有这一大招，100%性质的，看一下能开出什么，找一个，我找一个宽敞点的地方。看你是去安排了。好，幸运女神降临吧，拉迪欧斯卡哥。拉迪欧斯，让我先抓着，我看这个水晶能不能干他一下。先咬你一下。效果绝佳，漂亮！我要揍他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黑暗球，哇，天亮了！哇，一个龙蜥打我这么疼！你是欠安排了啊，虫迷，别死了！等一下。错了！精神强念啊！好，小子别死了！我秒针偷出来的，不带你这样。过分了啊！这个也一样的。好歹你也一时挣扎一下。他都一滴血了，你就不进来吗？一滴血了，你还能干嘛？回复封锁。哟呵，哇，这个地很臭屁啊！这个地形也有毒啊！是的，你也发现了。来吧，卡哥，咱们来比一下，看谁先抓住。是的呀，来开始 ，Ready Go Go！ 哦，他居然干掉了我这一只！哎，凯洛迪欧终于有了，不管他，继续。等级就都安排不了你啊！这个游戏可以不用玩了。哇，他刚刚挣扎了5秒，再挣扎1秒的话就抓到了。这个抓到了，我这个也是一样的。等级压制你37级还抓不住？我等
等级压制你十级，你还抓不住你吗？啊，三十七级，那个导弹多少级的？七十级啊。我上的是107级的小串串。我操，你的串都107级了。给点面子噻，兄弟，一级啊，不一滴血你就不要。哎呦我去！你再这样我就电你了啊！我真的电你了。哎我去，等级球就还、哎、还有五个。我必须要催眠你一下啊！给我睡啊！给我睡着，不要动了，我非要开始抓你了啊！好，我要换个球了，速度球来一个。他睡觉的时候还能挣扎的，等你球再来一个，卡个扔书吧，我抓住了。那你，啊，哎，我擦他，这不公平啊！哦，他还打我。好，找着高三，看下来是，看来一下这边，说不定在主世界搞着找着高三也刷一个二十打完呢。主世界应该这种，我觉得异兽在异世界里面刷的几率大点。我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，咱们可以两个可以同时进去了。进是进得了，肯定进得了。他们跟我说那个开启那个什么，究极世界的入口，冷却时间是好像是半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？你比如说我在野外找了一个究极世界的入口，我进去，然后你用神奇宝贝的召唤的也进去，不是 OK 了吗？也对哈。对吧，哪天野外找的时候再说呗。我觉得在靠近水的地方容易找到。旁边是黑森林、啊这个、让我逐渐失去耐心，弄死他。啊，这一滴血就是一滴血，光血的。换球啊，你不要老是用一种球啊。我各种球我都扔了。那你跟他没缘分，弄死他吧。哎呦，丢个纪念球，纪念一下他。那你大爷的，他基本上要把我神奇宝贝全部给打死。阿伯蛇，矿物回答，你很过分了，兄弟。好了，我要使用技能了，大蛇瞪眼。大蛇瞪眼是麻痹。对啊，麻痹他。甜甜香气。等级球。你行不行哈，小子？28级的龙虾小兵，我震死你啊！地震，躲避了攻击。你大爷的！哦，谢了，他喵的把我冰冻了。既然冰冻了，咱们两个就一起进球吧，好不好？谁敢？你居然打掉了我所有神奇宝贝，我现在就一招干掉你啊！叼住我耶！哦，对他水气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再抓你一个球，就一个球，多丢一个是狗。等一下就会听到汪汪两声。不会，你放心啊，好吧？啊，哦，就丢一个球。没有我你说到这个什么再丢一个球，再多丢一个球是狗。我想起黑鸡他老是骗我，说骗我是狗，然后下一秒就汪汪两声。他这种套路用了很多次了，对我也用过我习惯了。来吧，我先把这个拉蒂欧斯给你。可以。送你个煤炭。哇，你这是什么球抓的？这拉丢子速度球啊。可以啊，一般这种套路你重复丢一种球，丢了很久都没抓住再换球的话，很高的几率的。是那么回事的呢，亲。我得在线下去找一个技能学习师啊。哎，前面好像是个技能学习师啊，看一下他有什么技能。Open the door。哇，死亡之翼。疯狂福特。增长。接棒。尖刺斩龙炮。大爆炸。
气旋攻击。点到为止，轮颤手术，冰封世界，单手攻击，幽灵系的学不了，拜拜。什么情况？就出现就光出现一个提示吗？过分了、啊，这非常的过分，特别的过分。哎，我看一下恶世大王可以骑吗？如果可以骑就好了。以前不是可以骑吗？骑个蛋蛋。你看他头上全都是一些角，你如果骑上去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可想而知。不怕，我经常菊花痒，正合我意。刚刚可以戳进去是不是？还能增强你骑那个乘骑时候的稳定性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么恶心好不好？不要这么恶心好不好？是不是突然脑补出这个画面了你？不要这么恶心好不好？哎，来搞出绿宝石来呀！我再做个方块，看看它是什么东西的。就还有两个了，我刚刚用掉了。你绿宝石加钻石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你先用绿宝石加幸运，再用颗钻石加幸运吧。好像一颗钻石加不了幸运的。那就过分了。先拿个合成台出来，活一个幸运方块。不是这边特殊的神奇宝贝都不刷、啊。这个，好，我看我来围观一下，你能开出什么？加参加多少幸运值？没加吗？一个加八点幸运值啊，有啥用？才八点有屁用！我看一下我箱子里面还有没有。对啊，你不围一圈加98点没什么用。哦，我箱子里面还有钻石。可以，来，我绿宝石都给你。那、绿宝石都给你。这回总能开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了吧？18个可以围两圈了。围两圈涨到100%，不要涨百，不要涨100%，不要100%，对，我觉得开一个行了，来你的看，你确定要我来吗？那就我来，如果开不出来什么，我不知那不很干，哦，抓，我有了，我不要，哎，你有了我就不要，哇，为什么怎么感觉他皮肤特别白？我感觉这只特别大。你抓他，他有性格跟那个特性之分的，对啊，还有成长值之分的。你不要了，那就我抓了。你可以跟你之前的对比一下。是啊，我这么想的。那我丢什么球好呢？那是白天嘞，白天没有我的用武之地。流星闪冲，想打他就不想打他，我怕会打死他。哦，这个技能打的伤害还挺高的。高级球，聪明。高级球，冰医生。哎，两个高级球抓到了，可以的，小伙子。那这他还半血，我就打他一下，我的天！还好有两个某人没有在这一集，不然可能会又吵着要解坑了。体积的话肯定比你之前那个要大，对，绝对大。你看一下他的性格跟那个奴隶值，我对比一下啊。这只体型是巨人，性格坦率，哎，奴隶值在哪里看？奴隶值你看他那个啊，你之前的那个之前的小白狼多少级啊？之前也是抓的也是70级啊。你看他的属性啊，属性对比一下呀，就能看出来那个成长值啊。哦，这个速度不怎么样，但是特工好一般啊，就感觉全部是白色的那个属性值。那我之前那只，你之前那只呢？我之前那只，攻击是红色，然后速度是绿色。速度是绿色，也挺一般的。体型性格是胆小，体型普通。看你自己了，这好像对比不出来啊。都反正都是特工高，攻击185，速度176。这个呢，破破带。哇，这个速度嘛，
这是巨人的速度慢，不行，特工高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都留着吧。我觉得火系的话应该是要特工吧。可以了，先拿拉丢斯出来玩一下。欧迪斯，谁在说欧迪斯？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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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结束这一期吧，不抱希望了，真的。哎，不是，那个凯路，下面有什么都没抓，莫若，那个没抓，莫若丢中了，都不抓是不是？都不抓是不是？你也不想抓？肯定消失了呀，这么久了。莫若，来吧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